本期讲解一个2024年的风口项目，视频号短剧项目，单号日入200以上，一切数据即可操作，保密的教程，可以多号批量操作啊，赚的更多，日入过千也是没问题的。2024年的风口项目还是这个短剧啊，并且连星爷都出来拍短剧了，这个行业是非常的火。为什么选择视频号呢？是因为视频号零粉就能发，而且抖音，但是抖音需要1000粉，很多新人达不到这个条件。快手虽然零粉也能发，但是转化很低。而且视频号是不需要养号的，直接注册发就可以，发了就有流量，而且还有流量扶持。这下载之后，整套教程，包括转变工作、实操演示、项目介绍都有详细的讲解，还有这个授权，授权平台，这个短剧的授权平台也有提供。你跟着一步步操作的话，你也学得非常好。这个实操演示一共是260多兆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视频号短剧，就可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